我的赖切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徐。那今天呢，来你要送我们的货啦。那我们今天送的货是农药，然后送到菲利克斯托，然后工作收入是4524元，然后送到英国那边，我们就要走一段道路。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花衣啦，那花衣跟观众打招呼吧。哎，走走走，今天第四集就是我们的 Beast， 我们的花衣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运送任务啦。我开启我的全能工作灯，走喽。这样也可以大家可以知道我是怎么跟别人一起开车，然后我是怎么换了一些错误。右转。就可以知道我是怎么犯错的。你如果能少犯那些错，世界就和平。右转，改右转了。你如果少犯那些错，开车更顺畅。就不用天天担。妈的，说我超速。定速都60了，都说我超速。自由。很棒棒得死哦，很棒棒得死哦。我想挡速度怪怪的，好慢哦，我要睡着了。要不是看在现在在拍影片，我早就超速了。我已经快睡着。你讲这道了，我会录进去啊。已经是录进去了，因为是使用直播的画面样子。真的快睡着了，你这开得很慢，慢到我有点快睡着了。已经最快了，快100了。我已经102，104、105。前方右转，107、108，110了，刹车，注意，右转。不会啦，我又不是你，我不会再犯错了。前方左转，这里我之前就撞过一次了，很爽哎、欸。好的，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把车给关好了。哦吼。哎呦，没事。重新计算中。有没有？你撞到人，我没有撞到。我也没撞到人哦。屁的，你撞到犯人 O A 声。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往那种目的地是他的位置，游轮的目的地是他的位置。然后我一过来，怎么就是下雨的嘞？我真的是雨神吗？雨神同行吗？真的是超级雨神嘞、欸！哎呀，看到花衣来了。然后我过来一定要大晴天。右转。果然又大晴天啊！我操！你是晴天晴天大使，晴天的吧？还靠要逆向。左转。北极圈，这也是那个了。忘记这是英国了。台南不对啊，把这里当台湾了啊。我得靠腰嘞！妈的！我在对那个灯按呐、啊，我在对那个灯按，不对你。啊！放心，我不是对你啊！哎，我绝对不是针对你哦，我是针对那个红绿灯。我这个一定会一定剪进去。哈哈哈！哈，该卡紧的啦。
被冻死啊！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走啦！哎，讲一下，给你记录。哦，这个哦，是吧？这个，哇，这个幸运分，哇，这边可以配个音乐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第二集就有使用过了，第二集就有使用过了。不是啊，但是你没有试那个，你没有试过那个中间转的啊，没有啊。你那音乐是那时候是放在转弯处，好不好？我说是放在那个刚那个十字路口那里，哪有？你没有放过、啊？哎呀，我弄丢啊！你卡细腻，慢慢拉。今麦是单左开车呢，然后用定速呢。哦，快撞到了，好可怕哦！我都想超车了呢，你一直弄到我想超车的类似，一直超车，一直什么？早知道继续把那个，早知道继续开斯卡尼亚了。看这速度好慢哦，我哟，这台靠右，有点慢。然后继续执行。乌龟哦，乌龟哦，有了。继续执行。好慢哦！我会记得按双红灯的、啊。好慢哦，慢慢的来啦，你好慢哦，慢慢来的啦。前面怎么了？怎么感觉前面出车祸了？没啦，前面那个为什么刚刚怪怪的？他停在那里，是不是想？没有，他刚刚一度想要撞我们，我有感觉到。你是通灵大师吗？别问我为什么，因为通灵。我知道你再不快一点，我要撞上去。我已经减十的速度了。我已经到110了。我也到110了。大家都一样定速了。110定速，快到了。我先要做到。看你这很鸡巴耶！哦，好烦哦！靠左，要撞到哦！继续直行，继续直行。哎，一直要减速加速，我好累哦！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干那个！刚刚那0.1秒哦！哎呀，心跳跳了一下，这还不跳一下，跳很大力哦！那这个停掉了，看、啊、很超怕、欸，差点就顶上去，然后你就飞起来了、欸。直接这部变成那什么，Chuck's MP 三宝特辑。没有，是变舞龙武士特辑。舞龙武士在线，跳舞。第一集的那个，不对，你好像开错嘞、欸，那边应该是那个吧？都没差，我不知道、欸。第一集就是那第一靠左、那個 MP 的那個，然后左转。第一集就有那个画面了。我是刚开到哪个城市，所以我是跟着左转。哎呦，没事。没事，前方左转。我把你 K 到啊！这个弯就是我想到之前的那个。别卡！左转。那我们就先跟他去选了工作灯了。看你撞，害我撞到一发了，痛！啊？有吗？因为我突然停了一下，我的画面突然停掉一下。那你就刹车啊，然后我就撞上去啊！你直接给个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那、啊、我就说你真的是每次都害我出
险，他们还有后面的其他车子。有啦，现在更可爱。前方右转。跟你讲，最好是不要撞到。讲后面那个怪兽下来，我跟你讲，叫他截距离哦。右转。我靠，要我逆向。对啊，你逆向哎、欸。这还敢逆向？目的地。杀猪。靠，要我想说，对啊，一个大人区哎。我要去那个啊，没有啊，你要去那个，我是去别的地方啊。你货也是装，也有装到这里啊？没有，我又没带货，那水。我是要去修车厂修车啊，滚！还不是你，原本不用受这一趴伤害。黑人问号，我的发科，连一趴都要去那个啦？不要啊，我就是要修啊。强迫症呢？我就是要修啊，那不是强迫症，不强迫啊，我不喜欢看到一趴、啊，就纯属这样啊，那跟强迫症无关啊。啊，就是没有把第五集给录好。没有，我再回去找你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 feast 的关系，到时候有点又变回来原本的样子了。嗯？来对准。来第二第五，待会。录完呀，不要再录，继续录这个第五集好了。干！我要先去修车厂喽 ，Go！ 修车厂，修车厂，我帮司机有Go fuck yourself！ Learn how to drive。他撞到那个路边的。好，哇，我自己撞到的，然后包括你刚撞到的，哇，好伤哦，2000块，好，好啦，那我们的。第四集就这样到这里啊，喜欢记得按赞啦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进我们的片尾啦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一个出口，使用出口。可以啊。然后就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喜欢点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要求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问题用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拜拜。